脚步一致，心念合一，揭开台南慈中中学部浴佛典礼。我觉得也是一念心，然后能够透过佛法的修行里面自我成长。走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是朝着佛在前进，然后很恭敬的感觉。把我的教育事业做好，可能就已经是有把我这一份的感恩心表达出来了。礼佛，感念佛恩，愿修谦卑身行，弘扬佛法慈悲。小学部的浴佛在上午圆满，法水静心，小朋友从金色师父手上接过祝福，心灯也被点亮。希望我可以把我的过错改回来，可以让自己的心变得更清净。假如我们老师能够真的身行示范，不愧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。佛法生活化，校长期盼老师将佛法精神融入品格教育，让学生未来不只为社会贡献良能，也是注入清流的一股力量。大爱新闻潘真真瑞平台南报道。